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魔道之争，亘古不变。如今七星连珠，魔门大开，人类被魔道的贪念、诱惑、金钱蒙蔽了内心，自身、真善美的三盏灯火之力渐渐消失。然而魔道借其人类的灯火之力日渐强大，伺机重振魔门。前来问财运者，通达；问婚姻者，有夫有子，看似圆满，可错就错在这子非你这个正室所出啊。你丈夫身性虚弱，夫妻之事实不擅长，所幸有了子嗣，怕是外面的女人服侍得好啊。师父，不瞒您说，我此次前来就是想博得您的提点，哪怕是一丝半点。房中术。那就随我到后房来吧。是。就是道门大弟子圣真，曾经名震天下的道派，现在竟然妄想用他来撑门开户。这次道门余孽一战，已将他最后一脉灭绝殆尽。玄风老儿重伤而逃，恐怕时日不多。待我集齐了108根堕落之人的灯芯，再找到三位纯阴之体，灭他真、善、美，便可练成灭世黑焰斩。到时候，别说人间，就连仙界也要听我的号令。佛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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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烧毁大门，再灭天仙。
给我丢入魔窟，我要用他的阴魂来掌握魔门世事。是，拖走。魔主，启禀魔主，根据拷打逼问出来的情况，似乎道中余孽之中就有一位纯阴之体。哦，昨夜我夜观星象，九星连珠，异象生，俗世乱，看来时机到了。春兰师兄，春兰师兄，春兰师兄，哎呀，你就不要那么认真了，每次都你赢，我可不舒服了。师父说过，入定不是为了争输赢，是为了修道心。可是每次都你赢，多没意思呀。我们玄风道门传承至今已经182代了，可谓是风风雨雨，当时可算是江湖上的大牌。可如今却只剩你我二人。这样，那不是还有师父吗？我们怎能跟师父相提并论呢？哎呀，上山师兄，你说你怎么老是那么执拗的硬石头呢？好歹也算是风华正茂，说话那么怪叔。这个问题不在于我，在于你。你有一颗太过躁动的心。躁动？哎，你还会新词儿啦？你知道什么叫躁动吗？啊？师兄，我们说咱什么时候能够下山呀？山下有什么好的？为何一定要下山呢？那，师兄，现在给你个机会，你下不下？没想到师兄一副老实的模样，内心也是想着下山的嘛。师父说过，如今魔道横行，我们是72道门所剩的最后一脉了，迟早要下山就是。点灯亮世人，因果照民心。真想看看灭了灯的人是什么样子，魔又是什么样子的。师父说了，魔是没有灯的。师父叫我们了，快走。点灯亮世人，因果照明心。你们自幼与我学习道法，已经在山上21载，该是你们诸魔救世、掌灯渡人的时候了。师父，是让我们下山渡世救人吧？不错。如今魔道已经载入人世，他们利用贪嗔慢疑等欲望迷惑人类，吸取他们的灯火之力。就是这群灭灯之魔
让人世间大乱。如此下去，恐怕人世要灭。弟子还是有些困惑，望师父解惑。此番下山，正是你的历练。你要做一件事，设法阻止魔主找到三位纯阴之体，挽救他们与入魔之路。本门有道派至宝玲珑心，乃魔道克星，是千年前祖师爷传下的至宝。我决定把它交给上善。上善，你可要好生保管，好好利用啊。是师父。师父，这玲珑心该怎么使用呢？所谓玲珑心，就是能够感受世间万物之心声。师父，弟子明白了，除魔卫道靠的是民心而非宝。是的，一门之隔，两个天地。此次下山，凶险异常。你们要记住八个字：勇敢、坚韧、无私、宽容。好了，下山去吧。是，师父。你累呀、啊，刚才走了一小段路，有点累了。对了，你看山下的那些女孩子穿的衣服都好漂亮，我能不能也穿那样啊？还没下山就开始抽美了？那我们下山去买衣服吧，走。哎，你们两个是来应聘的吧？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来应聘的？废话，你当我瞎呀？我是谁呀？跟我来吧。你们好，我是这家公司的 HR。马云，爱吃的，就是专门负责招聘的人。你们是来应聘的吧？你们有工作经验吗？你们有本科学历吗？那你们有什么特长吗？嘿，那你们站住！恭喜你们，欢迎你们加入本公司。这是拉图艇，拉图。这是拉菲艇。知道什么叫拉菲吗？
就知道你们不知道，以后跟着我呀，这种地方你们会常来的。哎呀，那别说你们俩新来的，我不照顾你们。这客户呢，是我一老熟人，是一家外企的中层，光员工啊就有几千个，要是能拉到他们公司的单啊，你们兄妹俩这一年都不用干活了。谢谢马哥，马哥真是太仗义了，跟着你啊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哼，行啊小子，很上道吗？一会儿啊见着客户啊就得这样，把他往死里夸，听见没有？是马哥，不过马哥，我对你啊可不是拍马屁，都是真心的。是吗？走，这地儿我天天来。马总，王总到了。哎，马总，王总，你来了，久违啊。王总，您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，能见到您好荣幸呀。马总，这位又是你从哪招来的人才？这小嘴甜的。我也不是什么人才，就是个卖苦力的，充其量就是给马总打打下手，当个秘书什么的。哟，我这出差刚两天，就又多了个秘书啊。您真是幸运啊，哪儿修得的福分，招来这么两个可人的宝贝啊。是啊，现在都是小女生的市场了，哪只老牛不爱吃嫩草呢？看来我前会的作用，怕是到头了吧。得，咱们家呢是来谈生意的，这小手呢也是拉过了，只要把这合同签了，后面的事儿咱都好说。走，对对对，来来来，坐，来。行，行，去洗手间。我已经放到您手机上了，你自个儿看着办吧。可千万不能露馅啊！放心吧，这点事要做不好，我还是前夫呢。哎，我相信你，这事啊，咱们一定成功，以后都能合作嘛。那是，你看今晚这合同也签了，对不对？下一次呢，这样的事情你得提前告诉我。小尚，你刚到公司，很多事情呢都不懂。马总啊，特别交代我今天晚上带你到这里来好好学学。哎呀，说实话，混了这么多年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地方了。花姐，这是我们公司刚来的小尚，今晚你好好教教他。您就放心吧。行，那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好。向老板问好。老板好。来来来，都坐下来，好好陪陪这个帅哥。帅哥，你第一次来吗？哎呀，干嘛那么紧张啊？是不是害羞呢？哎，你看看刘太太脸上怎么这么多呀？给他擦擦，擦擦。哎，是不是这样呀？这你就给人家脱掉嘛，没事儿呀，没事儿呀，到这个地方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我们魅力不够啊？闭眼睛干嘛？哎，小小。
老板你好。帅哥，这可是我们这里的金牌公主小小，看一下漂亮吧。小小好好照顾这位帅哥。我们来玩游戏吧。那棒子老虎机你会玩吗？也不会是吧？剪刀石头布总会吧？喂，花姐，这客人是不是哑巴呀？怎么说话呢？人家也许不喜欢你这种风格。哥哥，你喜欢我哪一种类型啊？清纯呢，还是狂野？温柔呢，还是粗暴？怎么啦？是不是我离你太近，太紧张了？那我要离你更近喽。哥哥，你这一晚上碰都不碰我一下，妹妹偷偷的问你一句，你是不是 gay 呀？既然你问了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不是。那你要不要送我回家？好。假正经，走啦。走啦。这年轻人就是耐不住性子，小小可是我们家最漂亮的姑娘，你可得疼着点。小小，小小，小小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呦，不收你钱。不是，小小，我是来拯救你的。好啊，哥哥，来呀，我好热，需要你来帮我灭火。小小，你听我说。人有三盏灯，你已经被灭了一盏了，我怕你坠入魔道啊！你是不是不行？我不会那么衰吧？你真的不行？小小，我是道门中人。当我发现你被灭了一盏灯了之后，我决定我一定要救你。跟我一起走。哎，张总。张总。我走。你干什么？走。你放手。跟我一起走。你放手。你放手。走。放手！放手！放手！你走没听见？放手！放手！你个死丫头！就是你坏了我的
启禀魔主，人给您带回来了。要你们这帮废物何用？我要的是钱慧，你们给我带回来这个黄毛丫头干什么？属下无能，让她给跑了。都是这毛丫头坏了好事。不过，她好像跟钱慧他们是一伙的，所以我就给您带回来了。一伙的？师傅，少山。他在说些什么？他好像在说师父上善。上善，这一听就是道门中人，算你走运，给我带回来一个道门的黄毛丫头，这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。但要灭了道门，还要破了他们的道身，染了他们的道心。师徒三人就从这小师妹开始算起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哈哈哈哈哈哈。行，那你通知一下大家吧。怎么了千惠？少美呢？他昨天跟你一起出去的，怎么今天你光鲜亮丽的来上班了，他人不见了？他人不见了，你这当哥哥都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？哎，我都奇怪了，他都那么大人了，你怎么什么都管着他，不嫌累啊？哎，我不是怕他出事吗？漂亮吗？还不好意思啊。来，看我的手，看见什么东西没有？
师傅，师傅，您看，大师兄还活着，小师妹现在也被抓进去了，请师傅搭救。神风，就为了一个没长成的小徒弟，你至于这么卖命？情义二字，尔等岂能懂得？情义，哼！你来，不就是为了救你的小徒弟吗？给你，我才不稀罕呢。探春，还不快把玄风师傅的小徒弟给送过去。小心！是你？怎么又是你？小小，你每天这么难受，你怎么还天天这样？要你管！你怎么那么烦呢？我是来救你的。你看着我，看着什么了吗？看什么？滚开！男人都没一个好东西。我真的是来救你的，我为了救你，我的师父。师妹都已经牺牲了，你觉得我还在开玩笑吗？大叔，出来玩而已嘛，你用得着用这么玛丽苏的借口吗？来来来，你不是要拯救我吗？你这个样子，活该你没人要。是，
我就是活该，我就是喜欢被男人上，怎么样？我高兴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做鸡的，回去看你老妈去。我有的他都有。你年纪轻轻的，怎么说话这么恶毒啊？随便骂别人家人。是啊，就你有家人有父母，我没有。你父母呢？我没有父母。那谁把你养大的？没有。你这个畜生，他还是你媳妇儿啊！我这都继父，又不是个亲爹。你这个畜生，大概是六岁，你是不是个人啊你？你这个畜生，你为什么这么气？我告诉你，我向你们那两个狼，就是为你大女儿生的气。天一壮，没有对象的那口，你在。你个贫贱货！家都赔钱，我们连三个都赔钱货。刘叔伯，对不起你，求求你原谅本叔。妈，我要去告那个畜生。小小，我不能告他，你要告他，你姐姐前途全毁了。为什么，小小？他刚才答应我了，以后再也不再做这种事儿了。他还答应我，他说你姐姐上大学的学费他会继续出，还有你上学的学费他也会出。小小，小小，妈求你，妈求你了，好不好？你就看在咱娘仨的份上。你就忍了吧，小小，他是你的，我还是不娶你家的儿子。我恨，就恨妈老汉了。妈对不起你呀。小小，要恨，要恨妈。你不公平啊，小小！真不敢想你怎么长大的。那你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吗？没有。不想分手，就去卖，赚钱给老子，老子就要你。你不是说你会照顾我一辈子的吗？你现在让我……你也不撒谎一下自己照一照，你就是个婊子，你和你妈一直被那个男人搞，这是谁不知道？你不是说你不在乎吗？你不是说错的不是我吗？那他妈为什么不搞你姐，不搞别人非要搞你？你天生就是个婊子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要你吧？你为什么骗我？为什么？不光是我，你现在倒贴任何一个男人，你问问他们，他们谁会要你？你就是个婊子。那你总共爱过谁吧？没有啊。那你恨过谁？有。钱慧，钱慧，
不会这么巧吧？找我什么事儿？好，其实呢也没什么事儿。大白天的就出来找男人，尚善，我还真没看出来你是这种人。哪种人？他可是我朋友。对。不要脸。你要脸？上了大学就要脸了？钱小小，你别在这丢人现眼，赶紧滚。我凭什么滚？你妹妹是做鸡的。你够了，钱小小。哎呀，你们是亲姐妹，你为什么这样啊？千惠，小小其实过得挺不容易的，你没必要这样对她。我过得怎么样，她比谁都清楚，对吗？我亲爱的姐姐。有些事情呢，我们没法选，但是有些事情，我们可以选。钱小小，你混成今天这个样子，怪不了任何人，还不都是因为你？你才是真正的婊子。啊！你知不知道姑奶奶是谁？啊！你竟然敢绑架我！我才不管你是谁，老娘在乎的是钱。好好想想，自己值多少钱？打电话，找人拿钱赎命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，你看着办吧。哟，嘴还挺硬。你这女人人缘不怎么样啊，这通话记录里可没几个亲近的人呢。行了，就这个吧，还热乎着呢。嗯，嗯，啊，嗯，嗯，好好好好。小小，你姐被绑架了，绑匪让我拿钱去赎她。绑架？她最好被撕票。她是你亲姐啊，你就忍心看她死？她不死，谁死啊？什么好事全让她给占了，老天终于开眼了。你们是亲姐妹啊，有多大仇啊？何必呢？你还真把自己当上帝了呀。我这辈子就这样，改不了了，省省吧，大哥。先生，我不相信你这么没良心，更不相信你们的关系这么不可挽回。因为你姐姐明明非常关心你。学长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姐对你没有一点好吗？
这些钱是给你的，你爱要不要？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连我都看出你姐姐对你的关心，你别说你没看出来。你好好的念什么诗啊？我刚刚有点感动，现在全没了。小小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人生并不只是你看到那些黑暗，把心打开一些，可以看到光明的，何必自己在痛苦呢？哎呀，我说你是不是说话有瘾呢？你还去不去救人了？对哦，把这个忘了，我现在就去救你姐姐啊！哎，等等，我跟你一起去。那个笑笑他担心你，他是来救你的。他来救我，他巴不得我早点死他。没错，我就是来看你怎么死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两姐妹不见面想念对方，一见面就互相掐。喂喂喂，你们把我当空气是不是？钱呢？靠，不好意思啊，光想着救人，钱忘拿了。救援，他讲不讲诚信了？信不信撕票给你们看？你撕吧，我们就是来看你怎么撕票的。你以为我是撕他的吗？那你撕谁呀？我是撕你们三个。你撕他我无所谓啊。你看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替你撕票，你呢就留我一条小命，你看行不行啊？你跟他也有仇？我和他的仇不是一点钱能解决的。谁是患者的家属？我是他姐姐。病人现在非常危急，需要紧急输血，但是我们医院的库存血已经不多了。但是我的血型跟他不一样啊。那个医生，用我的血，我是万能血。你一个人吗？他需要的输血量很大，都能救他，随便拿。可是，哎，救人要紧。好的，不用说了，你跟我来吧。小小，你醒了，还疼吗？姐，不疼了，我没事儿，你别担心我。你呢？你怎么能这么傻？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姐，之前是我太不懂事儿了，我对不起你，更对不起妈。
要不是你嫁给那个臭男人，我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吗？是妈对不起你，妈对不起。够了，那些破事能别提吗？妈现在已经够后悔了。后悔有什么用？我这辈子已经毁了。钱小小，你混成今天这个样子，怪不了任何人，要怪就怪你自己不争气。不争气？是，你去大城市上大学了，我被那个禽兽强奸。你现在说的倒是轻松了啊，秦慧。小小，这不是你姐的错，是妈对不起你。是妈对不起你，小小。你别这样，妈。妈求求你别干那行了，妈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女儿是做鸡的，让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干的好事。小小，妈，妈，妈，医生，医生，快来呀，医生，妈，妈。过去的事咱都不提了。我想妈如果在天之灵的话，也是希望我们姐妹同心的。姐，我对不起你了。别乱动，你还有伤。你知道你刚才大失血，差点连命都没了。幸好是上善给你输了血。上善，那个卖保险的。是。老大，这次是个失误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啊！我给你多少次机会了？你自己说。这次也不能怪我啊！谁知道莫名其妙冒出来个妹妹，我……总之今天是最后的期限，想拖时间是吧？脱了衣服，出去给老子卖去！放开他！放开我！呀呵，你他妈老几啊你！我去，是你逼我的啊！嗯哼。啊啊啊！废物，要你们何用？连一个小小的道士都对付不了。属下无能。魔主，请再给属下一次机会。机会永远只留给强者。只我一人也可统治三界。魔主法力无边，定能一统三界。你记住，我只喜欢好消息。属下明白。这两天忙的呀，也没时间去给你买身新的。你这伤口这么大，回家之后咱得好好休养。以后啊，姐说的话你都得听，我还能害你吗？别再那么傻了。夏泽，
枪下！小小，小小，千惠，李默，师妹，师妹，师妹，我是你二师兄啊，师妹。杰敏某种108丁德星，这三位成年之女被准备好，请某种施法。纵使你做尽丧尽天良的事情，你也不可能得到三界。一个小道士，三番五次毁我好事，可知在我眼中视你如蝼蚁一般。若不是我潜心修炼这灭世黑灯斩，早已将你轰杀至家。如今你也是这道门中唯一的骨血了，我就让你看看我们魔门是如何统治三界的。将他们带入法阵之中。这世上哪有什么真善美，有的只是假恶丑，都是一群肮脏不堪的人，善良对他们有什么用？杀了他们，杀了他们，杀了他们，才能重新统治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杀了他们，杀了他们。小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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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个恶魔，到底是入魔容易入道难。小小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千惠，不要，不要啊，千惠。不要啊！姐，不要！姐，好刚烈的女子，好亲生的姐妹。不过，你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我的附魔大计吗？Too young, too simple。恐怕你还不知道吧，你的小师妹就是一个纯阴之体。去，师妹，你个混蛋。不好，恶魔。师兄，臭道士，就把你炼化在这法阵当中，用你祭祀佛母。对不起，尘世堕落，没能救得了大将。
许魔主法器已成，扬我魔恩，一统三界。竟是琉璃盏。孝顺和睦，慈良真静，是女八德。都说呢，这姑娘是世界的根源，欲救世界呢，得先救女子，正本清源。所以说呀，咱们这女人啊，就得像大地，像大地一样厚德载物。当然，我们也得像棉花，像棉花一样柔软、洁白和绵长。这俗话说呢，家有一个好的女人啊，就可以旺夫，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好好的来学习房中术。